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今天又带橘子来这个医院看那个牙齿，搞这个牙齿真的是很麻烦的。之前是一个星期来一次啊、哦，之前刚做的时候一个星期来一次，现在是半个月来一次，今天是来换橡皮筋啊、哦，是吧？换橡皮筋，然后检查这有没有跳。这个弄多久啊？半年？一年？三年。待三年是吧？当时搞这个牙齿花了4000多块钱，本来说是上下都弄的，但凯嫂的意思是说先搞一下上面啊，看效果怎么样，如果上面效果好的话，以后再搞下面这个牙齿。排队，每次来都排队。橘子没事就在这画画，我看画的怎么样，缩小一下我看看。画的这么好看了，还有更好看的呢。补牙齿的人太多了，特别是小孩，我们已经在这边排队排了半个小时，估计还要半个小时才能轮到橘子。我先出来透透气，点一根蚊香。无聊吧？刚才一下来的时候话特别特别多，你等一下回去不要那么多话好不好？好。除非你现在给我买瓶水喝。再买水去。走。包个大饼吃。哈的我的。哦。爽。走。他都刮开了没？刮了。刮吗？没有刮嘴巴。啊。刮不刮？是吧？你看这个都翘起来的呀。橘子在那里弄牙齿，估计还要十几分钟。我先跟依依去菜市场逛一下。田少刚才打电话来，让我带半只鸡、半只鸭拿回去吃哦。因为在我们镇上买的话，都是整只整只买，田少又不舍得，还是买鸡鸭的。很爱回来进来。啊？性格啊？不得咋？啊？不得咋？没办法，咋个？各边？我原来看到过。但病痛噶？没。哎呀，病痛真不在，都北京了，那都病痛，你老多是病痛啊？你老多是？阿拉没得病痛啊，阿拉是当领钞的，没怎么搞没得。我拿他把表了。没事啊。不然就性格是吧？啊。你好歹吃撑着，然后要，反正我都给你提成利息。八腿没有八腿，待会儿没有那我吃八腿了。鸡鸭都是15块钱一斤，半边鸡半边鸭，一共花了60块钱。今天买两个鸡还没吃，那个气球，就差没准发现没有。哎，那回镇上看看有没有啊？啊，镇上那个小卖部嘞。啊。戴好了。嗯。等等等。阿爹应该。等等个。等那风小就对了。房子转什么关？阿爹，妈，这个再过来。啊。干嘛？反正牙齿应该给，你觉得就给嘛。应该抓。往里头抓，这叫么子气？鬼鬼啊的。往里面弯。啊。鬼鬼又不是在风鬼嘛。真的。嗯。但风下是应该对，跟那回还拉什么？嗯，好了是吧？好，你试一下刮不刮？咱不回家了，我刮，等下又跑下来一趟。好热啊！哎，终于好了，我们弄了多久呀？我们是10:30过来的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2:30。弄了整整2个小时啊！主要是排队，排队排了1个小时，弄的话弄了1个小时。现在橘子这个牙齿就是这个缝隙还有点大，医生说先把这个牙齿好像是先固定了，再过段时间再把这个牙齿这个缝隙啊拉紧一点。反正这个我也不懂哦。本来今天还打算带他们到县城里面到处走走的，今天真的太热了，也不想走了，赶紧回家了，不然等一下这个鸭肉啊。鸡肉啊都臭了。